正月初九天公生，百名皆有涌入发大财。台上有歌仔戏在表演，台下的桌上摆满金纸跟水果。这里是高雄三民区的玉皇宫，知名度极高，香火极旺。今天适逢正月初九天公生，更吸引上万信众参拜。人哈，我觉得比去年还多，差不多有两三成。摊贩比以前多差不多一倍出来。人流带动钱流，今年摊贩约有200摊，就比较大概多了15%。另外，庙方为照顾皆有弱势族群，每年都会设置状元亭，集中皆有，更方便信众布施。布施的人有比较多，啊，像一般所谓的散客就是。就来换那个200、300，就花上去。今年接友约有160人，翁文正说，预估今年每位接友会有8到9千元，而状元亭第一排的接友更上看20000元。现在满路都是塞车，对啊，而且人越来越多。趁着天公生日，玉皇宫最热闹的时候，让摊商接友都过好年。